董正玉、梅李一根等人出席10日下午举办的电视剧《减法男女》制作发布会。电视剧故事情节描述怪咖法医对于解剖有着完美的执着，和新人黑洞检察官一起联手找出犯人与真相。这样的故事题材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从现场互动也看得出几位演员感情融洽。현장가는게오히려즐겁고현장에서있는시간을견딜수있는힘이되는것같아요진짜정재영선배님들처음엔진짜좀무서울것같았거든요첫리딩때도약간호랑이같잖아요진짜로 근데너무재밌으시고정말너무재밌으세요진짜현장에서아주케미가네기대가됩니다从学校2013太阳的后裔来自星星的你大魔女宝剑 Callback 夫妇加油吧维基基在戏剧上交出华丽履历的李一根有没有什么小秘诀可以分享一下呢글쎄제가한번여쭤보고싶네요제가다작을할수있는비결이이렇게열정을좀네열정있게좀더이렇게심없이하는것같고요열심히한거가예이유이지않나싶습니다더열심히하겠습니다네이건好谦虚啊